我给您拨我俩500只嘴快消啊。我也快消了，您歇也太慢了吧，我已经消过了。那等我，我再歇歇，我喊着人。生理号 M 消了。哎，我也消了。哎，我也消好了。既然都消好了，咱去玩一把。玩。下一波。您那嘴味可是500字了，就连腰肉都消了吗？真消了。客人管着歇着，您能歇多会？过来，让我夹站一下。啊。咱给钱着。没有钱。快点！这个妈，别夹着了吧？必须夹着。胖丫，夹着你的。哎呀，那好吧。我的作文题目是巴掌。我这次考试考了58分，爸爸生气的啪打了我一巴掌。啊！给你通了音。对呀，哪本念？这本。哎呀，别打断我，我继续读啊。爷爷这么疼爱我，看到我这么被欺负，他肯定不愿意了。那然后呢？就大喊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你为什么要打他？接着我爷爷就啪打了我爸爸一巴掌。我勒个娘，看了都疼。刚好这一幕被我曾祖父看到了。我曾祖父看到我爸爸这么被欺负，他肯定也不愿意了。接着就啪打了我爷爷一巴掌。我曾曾祖父看到我爷爷被欺负了，就也打了我啪曾祖父一巴掌。我曾曾曾曾停。胖呀，你是套娃是吧？是不是要把你祖宗十八代都搬出来？你二人呢，你预判了我的左味啊。18本打了一遍，刚好凑到500字。哎，你这是应付左味，给我冲下去啊。小青念你的。我的作文题目是爸爸的私房钱。私房钱？今天我爸的私房钱被我妈发现了。哇哦！愤怒的妈妈使出了打狗棍法。我哪会打狗棍法呀？妈，虚构虚构。对呀，别打乱我呀！我在旁边隔岸观火，我妈呢，左一棍，右一棍。我爸呢，就左闪，哎，右闪，哎，左闪，右闪，左闪，右闪，左闪，右闪，左闪，左闪，还没读完呢吧？对呀，还有嘞。我猜你这500字里边得有480字都是闪嘛？你咋知道嘞？但是我后边还有一句话嘞。最后，我的爸爸闪到腰去医院了。这个作文精彩。我也没听出来哪个精彩，你也给我重新。啊，芳芳，读你嘞。哦，我的作文题目是上学的路上。今天早上上学的路上，我碰见一辆救护车。碰见救护车了？出啥事了？第一句话就让人很期待。当时那辆救护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。用词用得不错，看着俺管写得好。于是这辆救护车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回荡。不错不错。哇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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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那个内容吗？内容就是哇呜，是不是？那要叫你写10000字，你也能写成？能写成是能写成，有点费手，我写不动。你也重新写，等等，读你嘞。乖二人呢？我的作文题目是 love。love 还是个英文作文嘞呀？英文？等等，没想到你那么学问。低调啦。读吧，等等。今天早上我来找花小姐玩的时候，不小心偷听到了二婶子在打电话。我以为作文内容也是英文的呢。俺妈打个电话也让我听嘞，这都能写到作文里边。刚开始我不知道她在和谁打电话，我自己一听，原来是给我二福打电话的呀。俺爸，分一下，分一下。俺妈给俺爸打电话都没让俺听过，俺很好气。二婶的福，爱你哟，么么哒。电话那都福，你那是俺二福福了。俺爸福了。我的臭爸，我360度无私讲爱你。东东，别念了，别念了。
儿怎么了？啊，拿我的就是大声点。哦，矮人夫，我要第一天棒棒举高高，你个死鬼！我的妈呀！谁呀？我脸怎么红了？谁呀？大家好，我是弟弟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。我们是小情小爱一家人。那你还是叫我演弟弟。弟弟，你也可以演妈妈，你会做饭不？嗯，不会。那你会整天不会啊？不会。你上的不会，还演弟弟吧？弟弟，叫姐姐。姐姐。嗯，我啥都不会干啊，我饿了。饿了啊，喝了吗？他饿了。嗯，弟弟，你要吃啥？我最近好久都没吃肉了，我想吃肉。那妈妈给你做一个红烧排骨怎么样？嗯，太油。那要不然给来个红烧鸡腿？嗯，鸡腿不好吃。你这小孩咋那挑食？就吃鸡腿了。就不吃鸡腿。吃鸡腿，鸡腿不吃鸡腿。哎呀，喝了吧，还是挺孩子的吧。嗯，你给妈妈说你想吃啥。我要吃烧烤烤羊肉。这个现在满足你。姐姐你要吃啊？羊肉串吧，我觉得太腻了，我想吃的清淡的。清淡的是啥菜？清淡的吗？对我来说那肯定是红烧大肘子。肘子啊？不中不中，那太油腻了，我就喝一个蔬菜汤吧。那个你俩过来吧，这个做完叫你啊。好、啊啊、你咋不问我吃啊？我叫啥你吃啥、啊、妈真厉害。好的爸，你出那干嘛不过来帮忙？知道了啊。你服爸来吗？吃个锅呀，烤羊肉的。哦，那哪吃啊？转动。给我那个搁我这做羊肉的。哦，知道了啊。哎，这羊块够不够？差不多。啥时候能做好饭呀？我都饿了。那你不会给我帮忙吗？帮啥忙？家里没青菜了，出去买点青菜去。啊、哦，没钱。咦，给，就给一块，真抠门。给你多了，你准备藏私房钱是吧？一块先收。哎，这一块钱能买啥菜呀？哎。我就在这算了，一块钱我也不花了，走。还是自己做的羊串实惠。嗯，真香，撒的孜然，再来点辣椒面。你搬一，我搬一，一个小孩该分斤。你搬二，我搬。别玩了，你打的手疼。咋个的疼啊？不就是正常拍痕吗？反正不跟你玩了，我现在饿了，我看咱妈做好饭没有。妈，你做好饭了，我都饿了。饿了是吧？哎，妈妈烤好的羊肉串给你吃一串。哇，看着都好香啊。妈，你骗人呀！给俺姐不给我哎！你别急，弟弟，你姐大了，肯定先给你姐了。不过来，给你两串。哎呀，妈妈，俺就骗你，别说了。别慌了，姐姐，等一会儿还给你做汤呢。哎，就是嘞，我的汤哪还没好嘞？俺弟两串都好了。哎，对哦，你爸去买菜了，有人还没回来。他肯定在外边偷懒嘞，要不然都是给俺败坏了。哎，你爸不是每个菜都能买丢，你俩出去找找大爷。好，我再给您送点馒头。